been calmer since. 电话画面 frozen.洗洗手，饮水。准备走进去。大阪城天守阁，大阪城又隐隐约一个人。第二楼到第七楼是大阪的历史故事。何？没有撤退可言。模拟大阪城。在大阪城里面是被限制拍摄的，除了顶楼，所以画面特别少。到现场来看看吧，到处都有贩卖机。机票别丢，留个纪念。逛饿了，先来医肚子。也是讲明了这样的幻影博物馆。吃饱后准备到大阪城御坐船。枫叶树门牌1500 yen。御坐船采用约3000片金箔打造。每隔15分钟有一班。上船了。人面石。
成可近距离观看日本的城堡中最高的石壁，从水面起算约有34公尺高，可算是天下无双的日本第一石壁。